这小球传出去啊，不是灭夫，好球啊，平上来，能不能射门？有人漂亮，漂亮，进球了，左脚的射门，这是非常连贯，又是中右路打出的一串攻击，这个就是前场的高位逼抢抢下来的，没错，对吧？刚才北京国安给左后卫啊乃比江这边分球啊，这个球分过去的话，其实队友不但不好接，也给了对方一个反抢的机会。现场的氛围在开场之后非常有压力的进攻，这是退步列夫，但是这球打的确实漂亮啊，你看这下踢吃了，但是这下传的好，朱迪一蹭头球回坐，两个人抢一起了，但是这脚球打的确实好，对他这个左脚啊，哦，这个如果有一个正面面对啊，就这个角度，看这应该很好看。这似乎是两个人、啊、两个把这球打进去。你看这球插了边网。对，这球打。